陳家沛議員，感謝主席。氣候變化是妨礙了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性問題之一，而世界各地積極為了達到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在有關能源方面的政策都持續不斷地作出改變和轉型。而早在2020年，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5屆的聯合國大會已經提出，中國會致力實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而為了實現雙碳的目標，國家一直都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除了成為世界最大的制氫國之外，亦都是對於掌握有關氫能的各項技術發展都持有重大的突破。因此我們必須緊隨著國家的步伐，把握好目前全球能源轉型這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和重大機遇，及早謀劃，提早部署，加快培育發展氫能產業，興起氫經濟，推動潔淨的能源，實現零碳的夢想。所以本人都很希望藉著今天的發言，是感謝和支持由李浩然議員動議有關全面推動香港氫能源產業發展的議案，以及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主席，氫能作為世界供應的終極潔淨的能源，產業前景是非常之廣闊。在國家公布的氫能產業發展中長期的規劃2021年至2035年當中，亦都是提及到氫能的產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而要促進氫能的技術裝備取得突破，無疑就是需要創新科技的驅動。國家在"十四五"規劃入面已經是明確支持香港去建設國際的創科中心，所以我們必須在這一方面是要有所作為。而近日我留意到亦都有一間以氫燃料去做這個電池為核心產品的內地高科技的企業，是剛剛落戶到我們香港的科學園，並且亦將會為香港打造首個氫儲能和首個跨境氫能應用的項目。相信這個亦都會是推動我們香港的氫能技術創新的一個好的開始，能夠回應我們國家期望的重要的第一步。隨著種種的契機，我們特區的政府和有關的持份者都應該好好地去積極去構建一個聚焦氫能發展的創新平台，同時是加快引進培育相關技術的高端人才，積極地去推動我們本港氫能產業的發展。主席，其實大家都看到特區政府就著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推動新能源和普及應用都是不遺餘力的。看到我們在2021年都先後公布了香港電動車普及化的路線圖、香港清新空氣藍圖2035和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亦成立了氣候變化與碳中和辦公室，去推動了相關的工作。而在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裏面，亦提到會用這個新能源的運輸基金預留2億元，去與營運的巴士公司以及其他的持份者合作，開展氫燃料電池雙層巴士和重型車輛的試驗計劃，是試驗本港的這個應用情況的。而在較早前，其實本人亦都是就著有關推動新能源運輸的在本港的應用，是向當局提出了一些質詢。當時其實局方的回應大致都是說，他們就會透過在今年內分階段去展開一些試驗計劃，再以審視相關方面的法規、標準和技術的指引。所以我和今日都很關注這個議題的這麼多位同事，同樣對於政府的在這一方面的工作都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亦都很希望政府能夠真的加快步伐，去構建一個既安全
又穩定而且高效的氫能源的網絡。